什么？蛋仔岛里竟然隐藏着一个温泉，在那里所有的蛋仔都可以洗澡呀！你们不会还没有发现吧 ？Oh my god！ 小伙伴们，蛋仔岛更新了一个星空乐园。我发现星空乐园有个看门人，他的名字叫温泉店长阿秋。什么回事啊？难道你们不好奇阿秋的可以洗澡的温泉藏在哪里吗？我来告诉大家呀，在那里所有的蛋仔都可以洗澡呀。哦。众所周知啊，官方大大从来不骗我们。在以前，恐龙乐园的看门人是叫恐龙迷的。伙伴们，如果你还记得恐龙迷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看有没有老玩家啊。果然老官方从来不骗我们啊，蛋仔岛中后来真的出现了三种的恐龙，有三角龙、霸王龙。哦。而在最新的版本中，伙伴们，温泉店长阿秋的温泉在哪里？我来告诉大家，让大家的蛋子在蛋仔岛中的夏天里可以洗个澡呀。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？蛋仔岛中有一所房子，房子的门口有很多的向日葵。伙伴们，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阿秋的喷泉了。伙伴们，快看呀，这就是阿秋的温泉店呀。哦，在这里所有的蛋仔都可以游泳，这里有很多风车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这里就是阿秋的温泉店呀，所有的蛋仔都在这里游泳呀。阿秋的温泉店就是这个向日葵的房子里。